这年头超级英雄电影当道，英雄们的独特个性与能力都让影迷留下深刻印象。那如果把这些英雄放到中国的庶民生活中呢？中国网友就进行审改。图，意外无违和的画面太搞笑了，美国队长是专业贴膜的。黑寡妇跟大妈打麻将。卖冷面的神力女超人闪警察中。奇异博士，油条一份好咯，奇异博士挑菜姿势好专业，想给洛基算命的这里排队窝，波浪服万磁王专收废铁，肯定很有效率。此事朗诵要把大家笑死了。巴巴，钢铁人和蜘蛛人他们双载，甘道夫下棋，这种莫名的强者感是怎么回事？纽特不去收服怪物，跑来这里修鞋。佛地魔，算错小心我对你啊哇达卡达拉窝，007正在街头甩卖大葱。麦特戴蒙沿街叫卖烤地瓜，里奥纳多皮卡丘耶捡到一串糖葫芦，波浪服，这些画面实在太有情境感了，光是想象就笑死了，波浪服。